把你给套住呀，意想不到的招数，从不畏惧，看住我的在路啊，我的态度就是很直接，要让套路退出我的视野，我的智慧和正义很直接，属于我的世界呀，身边都充满了套路呀，总是想把你给套住呀，意想不到的招数，从不畏惧，看住我的道路，哦，看清你的套路危险，所有套路暴露在我眼前，我在高处俯瞰真心黑点，正义就算迟到拥抱妥协，所有 trouble 不满我的周围，就算找到角色 it's ok， 想阻碍我的道路 no way， 打破所有规则绝不后退，其实套路也都来源于自己，我们的不完美也在套路自己，可能你太懒惰，可能你太软弱，想说却又不敢说的麻烦事情，你需要振作，多一点点自信，克服更多生命更多事情，不要忘记至少扛了责任，除了抱怨也要审视自己，他们都想看你被失败折磨呀，还好没有放弃没有堕落呀，左边是天使右边是恶魔哦。Be myself， 只有我还活着，我不需要人人对我理解，我的方式太过的直接，这个套路只会给我提携，正义我愿用不会熄灭，不可能被打造的地上哈，强劲有力的臂膀哈，我手里握着希望那真实不变每个地方哈，汗水是我最好的证明，面对 tragedy 我的胜利，不必担心不必要的问题，内心炙热代表的正义呀。我有一个大胆的想法，既然宫里冒险陪周嫣媛来警局，说明他们俩的关系非同一般，而宫里和张云云又是绯闻情侣，所以按我的推理，是周嫣媛发现了宫里和张云云的地下恋情，一路追杀，杀死了张云云，而宫里就变成了帮凶。你们两个昨天有什么发现？啊？哦，那个，你来。我来。报告，我们昨天夜里访问了周英元的邻居，邻居说周英元神秘兮兮，并且他在那里住了几年，但很多人认为他那间房是空房。完毕。坐。他妈妈怎么说？哦，他妈妈那边我们还没调查，我们只是调查了一下他的邻居。为什么只调查了邻居？他妈妈那个，我们准备今天去。啊、同事怎么说？问你呢。报告。他的同事说。周英元向来神神秘秘，不善与人沟通，见到人就低着头，并且经常在楼梯间里打电话，一打就是很长时间，还有经常拿着一大包钱出现在公司。汇报完毕。坐。那我们会觉得那搞不好人家开个淘宝，我觉得也很符合描述啊。你们别看我，我觉得作为一名警察呢，合理的分析和联想是必须的嘛。对。对什么对？喂。知道了。组长，宫里的信用卡有动静了。妈，我的手机坏了，换了一个。新手机，这是新号码。好，我现在在上班，千万不要给我打电话。哎，你说，咱俩从你哥家走了，他会不会生气，把我的行李给扔了？扔了就扔了呗。那可不行。里面有我的奖杯，这是我人生中唯一一次第一名，虽然那是并列，那也是第一名。
什么比赛那么重要？吹泡泡大赛。啊？吹泡泡大赛？对啊，那个并列那个人实力根本不如我，他就是运气好，而且他总是跟着我一块练习，就是偷学我技巧。脑子有病吗？而且他还特别霸道，总让我干这干那，从小就逼着我跟他一块玩，整个小学他就一直在霸凌我。哎，我说的是那个泡泡。哎，算了。好，那反正现在你那个奖杯就归我了，等到你帮我查出凶手是谁，我奖杯再还给你。为什么？你这就叫霸凌？那怎么样？我不是付你钱了吗？我是队长呢，啊，这霸凌你怎么了？现在宫里特工队终于准备好了，第一件事情就是，调查案发现场。车、衣服、日用品。嗯，他想畏罪潜逃。那谁不买衣服和日用品呢？这是什么？铁钩、绳子、凶器。他想去杀人，那说不定晾衣服呢，你不晾啊？我是觉得我们这个开会这气氛有点干，所以我就给大家开个玩笑。马上联络交警部门，我们要调用全城的交通监控追踪宫里的车。接。喂，喂，妈，你在干嘛？你为什么电话都不接？那个我刚没听见，我开会呢。演，继续演。我打电话去你上次说的那家诊所，你根本没有在那里上班。是，我辞职了。为什么？你为什么要撒谎？你为什么没有告诉我？这么大的事情你为什么不告诉我？为什么不找我商量？你现在在干什么啊？我喂，听得见吗？我这里信号不太好。我跟你说，我现在找到一个公司特别好，就是特别忙。喂，信号不太好，我回头再打给你啊。妈，你是不是在干什么坏事？怎么了？我妈全都知道。那我们去找你妈吧。找我妈干嘛？她全知道，我们就不用查了。我说的是她知道我骗她了。哦，你怎么连你妈都骗？我不是，你跟你哥不是也经常骗你外婆吗？我外婆那情况是我们是没办法，好不好？有什么不一样？我也是没办法。这我妈好不容易忙起来了，没空管我，我可不想哪儿坐的让她不高兴，又开始24小时监控我。啊，是个薯片压压惊。你们干嘛？有事吗？嗨，你好。我们是警察，我要看前几天的监控录像。哎，我看你演过警察，你们是拍戏吗？摄像机在哪儿？不是，那个是这样的啊，我是真的警察，不是在拍戏，他呢是来协助调查的。就算是真警察，看监控也要许可证。你知道我是谁对不对？知道，大明星。看监控也要许可证。这可以了吧？行了吗？
余音家是这间吗？是的。哎，你这能不能快进啊？太长了。不能啊。要不这样吧，我们就要这间了，你给我们拷回去，我们自己看。可以，倒是可以。你们有 U 盘吗？没有。那就没办法了。你这不是有 DVD 吗？你借我们拷回去看一下。啊，这可是德州巴黎，维姆文德斯的经典。管它是什么，这对我们来说很重要。很重要啊！500，成交。你也太黑了吧！哎，没关系，没关系。哎，它刚才亮了一下。嗯。它就那样，不灵不灵的亮了一下。为什么？有可能是有人回来找东西，就像那天有两个强盗去我家一样。还有一种可能，就是凶手回来了。为什么回来？这很多凶杀案凶手都会回来的呀，就是有可能是要调查案情的发展，也有可能是消灭证据，也有可能是回来拿东西，都有可能。嗯。你看，他在闪，一直在闪。我不去，我是保安又不是公安，走开。哎，你干嘛？现在应该报警不是吗？那你去报啊，你又不是不知道那些警察来的时候动静那么大，好像告诉人家赶快跑赶快跑，我要抓你了。我不可能让那个混蛋跑掉。哎，不是，我说什么你都信啊？我现在觉得他是个小偷而已。这么重要的东西都忘了。你干什么？我躲起来。什么？你躲起来？我们要上去，干嘛躲起来？哎，咱们俩这样怎么上去啊？怎么对付人家？我们不是有这个吗？万一别人拿的是全长217毫米、净重0.96千克、有效射程50米的意大利博莱塔924手枪呢？那也不能白白让他给跑了。现在不是逞能的时候，咱们一枚枪，二枚炮，三枚警察照，两个人加一钩子，怎么对付人家？哎呀，我也不懂了，你为什么非要上去啊？你不会懂的。这样吧，咱们就在这等着，等他们出来以后，我们去拍下来，就 OK 了。你看，好像没有不灵不灵了。是不是已经下来了？哎，我告诉你，有可能只是普通的灯，不是手电筒。怎么可能是普通的灯？普通的灯会这样一晃一晃的吗？肯定是手电筒啊。你要是去的话，我就把车开走了。你根本不会开车。哎，你别去。抓住那两个人没有？没有，太晚了，大家都散了。哎，哥，要是他们问的话，就说我跟你在一块儿呢，行吧？明白，挂了啊。哎，你自带主角光环就死不了啊，又不是演戏。嘘，
对不起啊，对不起。保安人员带到。你好，警官。他来这里做什么？你是说来这里，还是监控室？有区别吗？有区别。来这里是因为在监控室里看到张云云家有手电筒的光线在移动。他们去监控室是为了监控张云云家？不是，是去监控室里找我拿东西。拿什么东西？德州巴黎。嫌疑人的动机可能跟一部叫《德州巴黎》的片子有关。你们两个别在那愣着了，赶快去查一下。德州还是巴黎？是德州巴黎。我这有 DVD， 一会儿我拿回警局。道上，你们两个直接来我店，不怕被人说闲话吗？特别是你，没急事过来找你干嘛？我圆桌没酒喝吗？哎呀，我说两位哥哥，你们俩别一见面就打情骂俏的好吗？行行行，有什么指示？我问你，你弟呢？溜了。你看，我让你好好看住他，你还是让他跑了，他还跑到圆桌去捣乱。我问你，他是不是知道那块表的事？他应该是去查张云云的死吧。哎，他不知道他被通缉了吗？想办法通知他，让他别扯了。今天扫毒组的人也去了，还问起那块表的事。我看那块表啊，没那么简单，让宫里别碰他。扫毒组？哎，难道这事跟毒品有关？哎呀，这毒品害人呐。等我抓到内鬼，我就知道是谁在帮会里贩毒了。哼，哎，你自己注意点，如果再看到宫里照应着点。他要是在我这儿肯定没事。老板，那边已经准备好了。嗯，你们俩先过去。好，等一下我过来再看。哎，那个是我的。这还不够呢，走。嗯，打了一个晚上了，我再不接的话，他就报警了。喂，妈。别提。妈，不好意思啊，我昨天晚上手机没电了。你现在在哪儿？你知不知道我多担心你啊？我在河边晒太阳呢。你现在撒谎越来越有创意了，你干嘛不说自己在巴黎吃早餐呢？我没撒谎。我你撒谎，你让我怎么信你？从小学开始就骗人，是谁教你的？我没有。心理医生做不成，广告公司被开除，你还能做什么呀？不是妈，你可不可以？警察已经联系过我了。啊，你到底做了什么？你最好老实跟我交代清楚。我跟你说，你的苦日子还在后头，你现在听我的话，重新开始，以后还有指望。你不经历这些，不知道你之前的选择是有多么的错误。我当初可是一而再再而三地告诉你，你好好读书，将来做一个好医生。你不听我的劝呢，我帮你铺好的路你不走，偏偏要学什么心理专业。心理医生是医生吗？妈，我根本不想当医生。我喜欢心理学，我从小就喜欢。你从来没有让我决定过任何一件事，你控制欲太强了。不管我吃什么、学什么、穿什么都要管。我身边的朋友都被你赶走了，我现在一个朋友都没有。你能对我的人生负责吗？我想做什么都不能做，所以我只能骗，不断的骗，这都是你造成的。
前辈，研究这个片子真的有用吗？别说话，紧张刺激，经典呐。你们俩干嘛呢？啊，研究罪证呢。你说的罪证就是德州巴黎。有什么发现吗？重大发现啊！我终于发现这个男主角说话了。你不用工作了，走吧。关于昨天那个案子，我有个想法。如果说……你说咱们从这跳下去能逃出去吗？我绑着手，没办法游泳。哎。不想死就回答问题。昨晚去张云云家干什么了？是这样的，我们……闭嘴！你说。我转转，啊，转转行吗？好，那下一个问题，一加一等于几？一加一不是等于二吗？我要回答他二。我不知道，我不知道，不知道是吧？知不知道？现在会说这话了是吧？先别开枪，你还不能开枪，因为你还没有告诉我出生时间地点。我为什么要告诉你？因为你想知道什么时候不用再隐瞒了。隐瞒什么？隐瞒什么不重要，隐瞒的原因比较重要，对吧？你信不信我现在就开枪？我不信。就算你会的话，你也会先打他。你在干嘛？我在给他催眠。我你来，你后面站着去，不然我就打死你，听见了吗？你知道云云是我给他算命吗？包括他这次出事，我也是算到了。靠！上次我去你家我就知道，满嘴胡话，一直在撒谎，对不对？没有。事情很严肃的，我从来不在这种事情上撒谎，而且他可以给我作证，他就是云云给我介绍的客户，他可以找到更多的人来给我作证。真的真的，他算得挺准的，上次他算我会出车祸，我真的出了车祸，我还拍了个纪录片，我就说是算命的，这事情很有名，你可以查一查。真的很有名。挺有名。你跟我说这些干什么？我只是觉得，应该没有人不想提前知道自己的命运吧。可我不想。等等等等，让我再想想。月亮离开了金牛，现在进入了双子。双子的月亮对分的是土星。然后呢？你最近容易被暗算，而且是被亲密的人暗算。你身边最近有没有人去世？真的吗？你再好好想想，
没有血缘关系的也可以。如果你身边没有人过世的话，你自己就很危险了。哟，张云的男朋友在哪一天什么地方送了她戒指？十天前，在车里。你看我干嘛？我又不是她男朋友。她是。对。我其实。我知道，是因为这个手串是我给云云的。是我害了他。谢谢你，还让你跑一趟。应该的。嗯，另外一个手串也帮你开好光了。嗯，送给……没有了，就送一个朋友。好吧，给。去他洗手间。谢谢啊。好，谢谢。没事。你看他长得像个警察吗？我怎么越看他越像个坏人呢？这卧底嘛，不然你让他长什么样子？长得像个好人呢？这很正常，好不好？我跟你讲啊，我拍戏的时候，他们让我演卧底，但我就说我这样演，但他们说我太帅，非要给我加个伤疤或者两个痦子，就不能像好人吗？保险起见，要不咱俩还是跑吧。跑什么东西？他是云云的男朋友，是自己人，好不好？他是警察，我们是侦探。我们合在一起就叫强强联手，这个案子马上就要破了。我们的名字还可以改一改，你看，宫里神风特工队，对不对？你要是不放心的话，你就再给他算一算。你刚刚不是算的挺准的吗？给他排一个什么什么星盘什么什么什么东西的吗？不是，这么多年你在娱乐圈究竟是怎么活下来的？什么？好，我今天就让你见识一下我是怎么算的。你问吧，你就问一些只有你自己知道的事情。嗯，我爸是什么时候离开我们的？那这个呢，就要看你的第四宫。你的月明和第四宫好像都是在天蝎座，你知道代表什么意思吗？就代表在你的生命里注定会有一种想离开家又不能离开的感觉。对啊。嗯，你小的时候家里是不是有人生过病？我妈生了一个很重的病，然后我四岁的时候她就走了。四岁，那就对了，你爸就是在你四岁的时候离开的。你就是会算命吗？你就是会算命吗？你还说你不会？我那都是编的，我随便说几句你就跟着我的套路了。
怎么可能？不可能！我啥也没说，我啥也没说。这都是你告诉我的，其中很重要的一个信息就是，你爸的离开跟你妈的去世有着直接关系。我用的方法也很简单，之前跟你说过的巴拿姆效应，随便一说那些有的没的，让你觉得跟自己有点关系，然后你就一点一点把你的秘密告诉我了。你是不是蚊子吃多了？什么意思啊？诗文。诗文蠢。嗯，答对了。我，你，云云看起来是个疯疯癫癫、大大咧咧的女孩，其实她心里比谁都善良。你们俩最近小心点，别贸然行动。你们要清楚，你们俩现在是嫌疑犯。嫌疑犯是我一个人，跟他没什么关系吗？其实，案发当天我确实去过云云家。不过我是在 party 之前见的他。哎呦，云云知道我最近穷的都快吃土了，所以想让我去赚点外快，于是我就跟他一起去了郑王浩的家。但是那是之前见的，所以我就觉得，按理说没什么可以被怀疑的，对吧？云云家有你的指纹，警察正没头绪，你俩一块失踪了，警察能不怀疑你吗？嗯，那你不是警察吗？你就一个个给他们解释一下嘛。这个事情其实跟我们两个没有什么关系嘛。对，我跟他，我是警察，可我现在的身份是黑帮贩毒的，我有我的任务，能帮你们的不多。哥，我不想再瞒你了，你知道我这次来不是来找宫里的吧？张云云的事情我已经知道了，那事情已经发生了，你别太难过了。我虽然平常看起来朋友挺多，但是我也就宫里、张云云他们这几个。云云对我来说真的挺重要的。可能你还不知道，现在警察怀疑宫里是杀害张云云的凶手。他不可能的，你知道的呀，哥。我知道，所以他现在费尽心思想自己把这一切都调查清楚。不像我，什么都做不了，只能在这儿。其实我知道有些事情你不想说，我不应该多问，但是现在功力已经卷了进去，所以我希望你能跟我说一说，那天到底发生了什么。那天我请了宫里、张云云还有很多朋友到我家去参加 party。 宫里，宫里上来，我跟云云都在呢。我找不到你们。云云非让我和他扮成僵尸吓唬宫里，他把我们家每个房间都看了一遍，说是要找一间有气氛的房间吓唬宫里。猴子转来转去选了我们家的卫生间。
早就知道是你们跟我逗着玩的嘛。我是演员，我配合你们。你看，你们还以为是真的吧？是吗？观众可不是这么想的。哇！干嘛？直播大明星公主尿裤子了！大明星吓得尿裤子喽！吴院长，我上头条了！哎，有人点赞了，送礼物了！哎，我想跟大家解释一下，其实我并不是这样子。骗你的！骗你的啦！瞧你吓得像个呆瓜。宫里都怪你。这是我爸的表，要是坏了我就完了。当时张云云见到那只金表，表现得特别奇怪，他从来没对我的东西那么感兴趣过。你们赶快下去吧，我整理整理，待会儿不是还要跳舞吗？喂，快点啦！耶，那天云云说那块表好看，让我借他玩两天，我就借给他了。你觉得张云云的死跟那块金表有关吗？我不知道。那为什么所有人都在找那块表呢？你真的相信我们跟圆圆的事情没有关系吗？因为圆圆把你俩当朋友啊。他也是吗？我怎么没有听云云提起过？那天到底发生什么事了？你知道吗？